好，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，很快就要来到最后的闭幕了。OK， 好，又是这个开头。然后呢，因为我实在没梗了，哎，看得到吗 ？If 没梗 ，Go to fail， 然后 Go to fail。If 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写什么了。Go to fail， 反正总之 fail 那边的 label 那个 label 就是闭幕就对了，所以我们开始闭幕吧。好，主办单位就再次列一次，就是真的非常感谢 OSF 帮助我们介绍这个非常棒的场地。相地，不用管。像这个场地大家都觉得 很棒，非常喜欢。OK， 那再来是我们今天应该吃了很多很棒的午餐跟点心，有没有觉得很满意？应该还不错吧？那我们 ITSA 是一个我们很大的协办单位，对，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支持他们的计划。然后郭耀煌教授也在座谈会讲了很多很棒的想法跟理念，对，然后我觉得这就是大家可以多多参与 ITSA 活动。再来是华真有限公司、佑生研究基金会还有 KTX 以及 Just Fund 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赞助单位。然后 Just Fund 好像有在阿林这边下午有一场再出现过一次嘛，对不对？有一个讲者有提到，对，然后有 issue 清早 Poka 耶、yeah。好，再来，我们就来 review 一些照片吧。这是场部那一天的无奈状况。为什么我们里面的人都是用 Mac， 只有我是 ThinkPad 的？总招好孤单哦。所以为了解决这样的困扰，我们明年让其中一个用 Mac 的使用者来当总招好了。耶、yeah。然后，所以大家一早的时候应该就有看到我们报道组帮各位报道。那早上真的很不好意思，造成各位就是报道有一些缓慢。对，真的挤了非常多的人。但是今年的备局相信应该还蛮好玩的吧，大家自己 DIY 手动制作备局，然后对上午下午呼应一下好了，这就是汤匙耶、yeah。然后这是 Kino 的时候大家的照片，然后所以大家应该很多人也私下都有去找教授们好好聊天一下。嗯，好，这就是刚公布出来开放 Lightning Talk 的时候。再来下午点心时间，这对，我知道这个东西让很多人觊觎食物很久，因为中间还卡了一个 show talk， 我知道你们很想吃，然后这个还蛮酷的，这到底是谁写的我也不知道，猫咪会咬人哦。好，然后这是点心时候的恐怖人潮，超级多人的，有没有？又饿了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刚刚时间序好好凑乱一下，这回来中午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有名牌上都有一个成就解锁？你们成就解锁了吗？领便当成就解锁了没？这些工作人员在帮你们解锁成就。然后好像某只老鼠当点心来跟便当来的时候，都偷偷 po Facebook， 想要故意诱惑人家。再来，这是下午的，这是从台上主持人看出去的画面是长这样。然后那个时段非常热烈，总共当时 IRC 在线人数总共有264个人。超级多人的，就是将近是与会所有我们来的人的一半。那顺便提一下好了，我们今年报告率一样到了82%，这个数字超级高的。以一般 conference 来说，80%通常就是很高了。然后而且又是免费的，竟然有到82%，非常厉害。那大概是550个人左右，对，好多人。好，然后刚刚也看到修 talk， 哎，刚刚 lightning talk 也看到了，对，有人修 bug 修了一天。是的，然后在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黑成一团。OK， 再来看一些 speaker 的照片。我绝对不会说这一位 speaker 只准备了13张投影片，然后还讲了50分钟。OK， 然后这一场 NTU.CC， 相信很多人都很期待这一场，那也相信也有很多的收获。OK。然后当然也有些讲师有掌握过一些时间，对，然后或者是忘记用麦克风，我们只很无奈的这样提醒，对。那当然这些照片都要感谢一下坤源帮我挑出，哎，帮我从记录组极大量的照片之中筛选出少量一点，然后来帮我对快速筛选出现在要用的这些照片。那我们今天也看到很多很酷的 pair code， 这是 pair programming 吗？是吗？就好多人都在一起 coding。那这一张最过分了。然后这个也还蛮厉害的，这个应该是当天，应该是下午的讲者，然后还在赶投影片，然后就一群人在看着他写code。
好，然后呢，今天神魔之塔千年灵魂石的掉落几率提升，所以呢，对，又对，有人在打神魔之塔。OK， 好，结束了吗？不，并没有。听说我们今年还要办夏令营，这个可以期待一下。听说要办夏令营，对对，好好期待一下。那除了夏令营外之后，我们应该也在年会期间还会有很多的 workshop。那甚至我们预计每个学期都会再办一场 hack jam。所以，请要 follow 最新消息的话，请追踪我们的粉丝团、社团或者是 mailing list。好的，最后其实总招真的就只是总招，一点都不重要。很重要的是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努力。那现在就请我们工作人员上台，那可以帮忙开舞台的灯吗？大家一起大合照。对，所有工作人员请上台吧，一天又平安的度过了。